恭喜恭喜！英国威廉王子与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的第三胎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诞生。才七个小时，凯特就在威廉陪同下，抱着刚出生的小小王子到医院外接受民众的祝福。小小王子重约3.8公斤，真是可爱到不行。他也将是英国王位的第五顺位继承人，前面还有阿公，阿公已经等了70年了。阿爸。还有哥哥乔治王子，姐姐夏绿蒂公主，让台湾民众很有感的，应该是才七个小时，凯特就带着小小王子亮相，风还阵阵的吹，然后呢，然后就回家了。哇哦，真的是习俗不一样，恭喜恭喜！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